できる限りなんてそんな良くないな。人間はそういうことを繰り返して文明を発達させてきました。その恩恵はあなたたちも受けてきたはずだ。あとは選択の問題です。博士、岩場で死体が見つかったんだって。でもありえないんだよね。ありえない、聞き捨てならないな。警視庁の元刑事だったんですよ。あちらのお客さんが亡くなられましたよね。知りません、そんな人。あの家族は全員が秘密を抱えています。少年、湯川先生子供苦手じゃないですか。苦手じゃない、嫌いなんだ。来なくていい。お互いを愛するがゆえに守ってきた秘密です。やめろ。悲しき謎に答えはあるのか。真夏の方程式。你好，欢迎收看《音响世界》，我是黄慧玲。东野圭吾可能是目前日本最畅销的推理作家了。虽然他47岁才获得日本的直木奖，还有本格推理大奖，但是努力不懈的他，20年写了60本小说，并且创造了2位侦探，分别由福山雅治饰演的物理学教授汤川学，还有阿部宽饰演的加贺恭一郎。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推理专家卧辅和东阳来跟我们分享东野圭吾。卧辅你好。慧玲好，观众大家好。东阳你好。慧玲好，大家好。我们刚刚看到的预告片是福山雅治演的汤川学教授，可不可以先请东阳帮我们介绍一下东野圭吾他所塑造的这个还蛮厉害的，应该是史上最厉害、最会当侦探的物理学老师。其实要让物理学老师来当侦探角色，我想东野圭吾创造的这位人物、这位侦探，并不算是第一位。其实从早期的欧美推理小说当中，我就可以看到，因为他们具有很好的说服力。对，就当事件发生的时候，如果跟比如说跟物理相关，或是需要由教授、专家来解释的时候，他们至少是一个好的诠释者。对，可这诠释者呢，在东野圭吾的小说当中，他跑出了其他的趣味出来。尤其是在汤川学系列里头，前几本几乎都是以短篇小说的形式来描述的时候，这个教授他其实就变成在整个故事当中，尤其在现在的推理小说书写阅读里头，他产生出名侦探的某一种高傲的气氛，对，或是他跟事件中间的隔阂。所谓的这个隔阂呢，是先由警察去找到一个难解的案件。对，这难解的案件呢，看起来会跟需要高科技，或是需要有一些看起来有点神怪，或者是现在科学要用到科学的技术、科学的逻辑来去判断的时候，警察就会去找他过去的大学同学、大学同窗，也是个怪人，叫汤川学。对，那这个汤川学呢，他去处理案件的时候，就会显得他将他过去在课堂上教授给学生也好，或是他在研究精神上面，他摒除了一些，他不用去管受害人是谁，对，他也不用去管可疑的犯人是谁，是，而是针对了这个事件它本身呈现出来的线索，它所呈现出来的一些情境，去找出解决的方法。它完全是从科学、从理性的角度去判断这整件事情合理不合理，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它。是，而且它那有点类似像我们在看福尔摩斯的故事。对，你不用去管说这中间案件是怎么发生的，以及最后要怎么解决。谜团在那边的时候要怎么去解决？它其实是用一个最简单、最快速，而且这中间即使犯人非常的聪明，或者犯人非常的狡猾，那他中间安排了哪些轨迹也都不重要。只要让这个聪明的大脑可以将这个案件，如同解谜题解到习题一样，解到习题班，将它给处理完，那案件就结束了。应该说，很多东野圭吾的作品会被改编成电视、电影，是让他的这个侦探角色又更立体了，是吗？对，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来源是我们过去看到，推理小说的发展，日本其实是非常蓬勃的。因为这蓬勃呢，不论是从推理小说这一块来讲，或者我们看到很多动漫画的系列，对，它要转移到媒体这一块的时候，它可能借由动漫画的产生，或是电视剧的拍摄，让它原本的一个故事，它先从文字的文本开始去延伸到其他的媒介上。对，而这媒介的延伸也跟小说奖或者小说本身有出版社那边有不错的连结。那这个连结呢，当改编成戏剧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日本的戏剧相对比较精致的，对，它连续剧可能比较除了晨间剧之外，它其他连续剧大概就是十集
十一集为一季，很扎实的，对，很扎实的。所以在这样很扎实的故事背景之下，就由他们发展的在大众小说里面发展相对也成熟的推理小说这一块提供了资源。对，除了很帅的福山雅治演了一个很帅的物理学教授之外，另外一位很帅的阿部宽演了另外一位侦探角色加贺恭一郎，是，也还蛮经典的。加贺恭一郎的原著看起来他比较状况比较不一样，刚才提到福山雅治的这个伽利略，他的原著原来是一些短片，对，短片非常以解谜为主，短片非常适合就用解谜然后去讲一个有局限的情节，对，他不用讲太多的背景，他只要有一个大谜团在那边，然后我整集的重点再把那个谜团解开来。对，这是推理的其中一种。对对 对, 对，这是很好的这个古典的解谜的推理小说的这个形式。那他也蛮适合演成这个单元剧。对，对，每一集可以把一个事件解决掉。对。那加贺恭一郎的状况比较不一样，他在早期出场的时候，他就是用长篇的方式出场的。他在第一篇出场的时候应该是毕业。那一本书里面加贺恭一郎还没有从大学毕业，所以他还是学生。对，那社团里面发生了一个事情，对，他去解决他。后来他的恶意，然后沉睡的森林这几本他都已经在当警察了，是，而且他已经大学毕业之后跑去当了老师，当了两年之后又觉得志不在此，然后 又跑去考了警察学校这样子，所以后来已经当警察。然后加贺恭一郎这个系列每一本其实他都是长篇，这个系列其实蛮早就出，然后中间每一本中间隔的其实比较久一些，就是他没有非常密集的在写这个系列。对。然后每隔一阵子，东野好像就会想到说，加贺现在不知道怎么了，我应该去看看他这样子，然后回去重写一个他的东西，那会变成加贺恭一郎这个人会有些人生的转折，会在这个每一本每一本当中看出来。对，他好像比较有厚度一点，对，他的人生稍微复杂一些。前面几本会觉得，因为加贺恭一郎在前面几本，即便他当了警察，对，他还是一个比较像古典神探那样子的角色，就是他是一个到处去收集资料，然后最后把事情解决掉。但是加贺恭一郎这个人本身形象比较模糊，就是他没有，他又不大像伽利略那样子，在短片里面你有一个很有趣的谜题，然后非常厉害的头脑跟非常厉害的罪犯就在这边对决，我们就觉得很有趣。加贺恭一郎的状况不太一样，他的步调比较慢，然后他的谜题又没有那么复杂，它是一个比较人的在社会里面发生的案件。这个系列我会让我一直觉得加贺恭一郎有点飘飘的，虽然面目模糊的，对，虽然东野写他很高，对，很帅，会见到会查到，但是我就是觉得他是一个面目很模糊的侦探，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对，但是东野到了比较后期开始写他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他抓到了加贺恭一郎的一些特色，比如说他跟父亲之间紧张的关系，然后这个关系会让他变成他在处理跟人跟家庭有关系的案件的时候会显出他一个特别的一面来。对，也就是说他后来出现了这个不管是新参者，不管是红色手指，不管是麒麟之翼，这几本书大概都定位了加贺恭一郎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侦探。对，他会是一个警察，然后他会是一个很轻松可以跟人家打成一片，然后可以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但去帮你解决到家人之间、感情之间纠葛的秘密的这个人。对，所以这几本书大概显出了这样子的特色。对，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新参者》这个这本书，因为它里面也是很像单元剧的东西，它有很多个短篇的故事，但其实它整体来说在解答它有一个大的谜题。对，那里面每个就是加贺去探访的每一户人家都有一个小的谜题。是，对，那这个就很适合拍成连续剧。对，所以后来就阿部宽演的这个角色，我觉得阿部宽选的这个角色，我觉得跟福山雅治一样选的很不错。对，就是他一出场就觉得，对，好像加贺恭一郎就是长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人。对，我觉得这个方面就是影视改编这个方面对东野的他在角色塑造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辅助。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小说改编成影视都不见得好看了、是，但是他这样这个好的选角会让大家对在看读小说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是看了电视电影再回去读小说的人，一定会觉得说小说里面那个人看起来比较角色比较鲜明，他可能不会有我早年看加贺系列的时候那种奇怪的感叹这样子。
尽可能去碰触不同的题材。嗯，包括他也写过核电的题材，对，那写过爱情的题材，就大众的或是那种非常具有社会正义性的题材，他都写进去。就在那20年中，他写了60部小说，就一直在尝试着这各种不同的可能。其实东野圭吾，我们刚刚聊到他20年出了60本，但是他真的也还蛮晚才成名的。是，东洋去过那个非常厉害的江户川乱步奖的颁奖典礼，可不可以先从这边跟我们聊一下？他东野圭吾也是从这个奖才开始正式大红大紫，对。大概几年前有去代表了台湾推理作家协会跟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做交流，所以去参加了江户川乱步奖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奖的背后，其实它主要的主办单位就是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嗯，那时候的会长就是东野圭吾。所以你在会场捕获野生东野圭吾这样，是是，还蛮帅的。对啊，真的，对，他还蛮帅的。是，那东野呢？他其实，在当会长的时候，也就大家在讲说，为什么会选东野圭吾出来当会长？大概有一个惯例，就你会长呢是当时哈当下日本比较知名的，然后也比较畅销的作家，会被成优先去咨询的对象，就看他们当会长。那他当会长的时候又。曾经他自己会有另外一个身份出现，就是他过去也是从这个奖出道的。对，我们知道日本推理作家或日本整个文坛，他不太像是台湾或者其他国家，他们很重视小说奖，而且这些小说奖几乎都是新人奖。所谓新人奖是他借由出版社或是杂志社或是跟相关的一些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之后推出这个小说奖，让作家有从原本你默默无名的无名小卒，然后能够登龙门的机会。对，那当初东野圭吾在1985年的时候，他第三次投稿江户川乱步奖，就以《放学后》这部小说得了奖。对，所以我去了那次的活动的场合，他在讲说20几年前，他就是坐在那个位置上，坐在那个等待被颁奖、等待被邀请到台中间致辞的这样的一个当届的得奖者。对，所以其实东野圭吾那时候在整个场合里头，他也提到了他过去参加了小说奖的战战兢兢，然后你要在几百人当中啊，长篇小说的甄选的活动里头能够脱颖而出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不容易呢，也再回头去看，你也不会不希望说自己只是一个彗星作家、艺术作家，写了后面就没有新的作品出现了。所以他勉励得奖之后，其实压力更大，是压力更大。而且那个得奖之后，他的压力来源是包括我要如何写第二本，对，他以及有其他出版社的邀约，对，那这些邀约的后头所参与的。你就告诉了这位过去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职业、什么样的工作，对，学生也好，我是一个包括像东野圭吾，他早期他还是只是一个电机公司的职员来参加奖项之后，他是一边上班一边写，对，他一边上班一边写，是，对。那后来他得奖之后，也就决定毅然决然的决定辞掉原来工作，去当职业作家。对，那无论如何是职业作家或业余作家。在那时候，人家都给予你一个小说家的身份，所以开始要面对到自己小说家的身份的时候，无论后面的书写、后面的人生安排等等，在这时候都有了不一样的角度跟不一样的决定。对，所以他在那次的访谈当中，我觉得或多或少也把他过去20几年来，从1985年出道之后，他出道其实还蛮坎坷的，虽然我现在看到是他畅销风光的一面。我们刚刚一开始讲他47岁才得奖，是47岁之前其实失败很多次，是，而且那个失败呢，其实这中间我们看到他跟整个大环境有关系，因为他出道1985年。的那段期间，80年到90年代是日本的经济非常蓬勃发展，但也是泡沫化的，泡沫经济的那个时段。前端对，所以后来泡沫化了以后，整个无论是一般人的生活也好，甚至回到作家的写作来讲，都面临的非常大的剧烈的转变。对，但是剧烈转变在前头它发展的时候，也就会再提到日本的推理小说发展当中，有一段其实不大属于东野圭吾适合的舞台。怎么说呢？因为东野他自己写的小说有非常强烈的所谓的本格解谜，日文的本格就是正统的意思。对对，正统推理小说当中，我们需要有谜团，需要有几乎都是看到凶杀案，对，所以要去把它解决，而在解决的背后是要有
轨迹的推理的成分的，对，要有推理的成分的。再加上他出道作又是把故事的背景放在校园，对，所以大家会把他当成是一个青春本格推理的写手，对对。但那时候这样的主题其实不那么的风行，也甚至说在那时候是社会派要衔接到新本格的时段，所以他的本格解谜的味道又不像是他比较传统，对，他又不像是新本格那么的华丽，对，那么的引人入胜，对，对他写的轨迹真是轨迹到了一个极点，这样，对对对，他倒也不是这样，是，而且那种轨迹的描述是你大概很难在现实当中去真正对的对应得到的，是，这是推理小说的一个写作的魅力以及困境，对，他的瓶颈在这里，对，因为他等于是有两个极端，其中一个极端就是你浪漫到这中间小说的杀人手法是大概现实当中成功率很低，不敢说完全没有，可是他又很华丽，对，又很华丽。但东野圭吾是比较朴实那一派的，所以他小说里头也有很强烈的社会性，所以这强烈的社会性使得他在写后续的小说当中，无论是出版社邀稿或者他自己有的点子，他尽可能去碰触不同的题材，包括他也写过核电的题材，对，那写过爱情的题材，就大众的或是那种非常具有社会正义性的题材，他都写进去，然后包括教育，包括就在那20年中，他写60部小说，就一直在尝试着这各种不同的可能。东野圭吾有说，这一本是他想过最复杂的谜题跟最纯粹的爱情。是，但是你回去看这个谜题，真的是非常简单的，非常简单。他用了很小的 trick 就把这个谜题搞定了。对。但是其实他还写了一系列，我觉得还非常嘲讽推理小说界的一个系列，他还创造了一个很特别的侦探，叫做天下一大五郎對。天下一大五郎系列发生过一宗密室杀人案件。对。那最后解谜的这个关键之一，在那个房子其实会移动，就是他做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机关，所以那个房子整个是会动的。就是他原本杀人的现场是在山下。然后这个房子会慢慢移到山上去，对，会移到另外一个，他做了一个机关让整个房子移到山上去，然后要动得很慢，所以里面的人才不会发现，对，就这个房子从一夜之间从山下移到山上，再从山上下来，对，如此华丽，就是刚刚东阳说的华丽的意思，太不可思议了。这种东西在现实生活里面其实很异想天开的，你会想到说，对啊，可以有这个方法做，但是绝大部分人跟你说，这不可能去做这种事情，是，因为太夸张了。是。那我觉得东野会去找到像这样的东西，就是有的时候小说的创作者为了讲一个非常厉害的故事，他会有点过头，走火入魔，对，他会渲染的过头，对。然后东野会把这些事拿来开玩笑，而且他那一本书里面每一篇都是每一篇都要开这种玩笑，嘲讽的故事，像刚刚那个是嘲讽他的那个犯罪手法。有些是嘲讽什么？比如说他们刚刚提到了我们刚提到的那几个影视改编的东西。对，其实日本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视族群，就是中午的主妇的收视时间。对，因为就是在家的工作的主妇们，空档吃午饭的时候会看。对对对。对。然后可能是2个小时的电视剧，《天下大五郎》这个侦探本来是一个男生。但是在那他有另外一个搭档是一个刑警，一个中年男人，然后在祖父的这个电视剧改变里面，天下一大五郎就变成女生，女大学生，然后刑警还是在，然后刑警看到天下一大五郎说你为什么变成女的，他说因为我们在演祖父的电祖父要看的电视剧，然后发生的地点一定会跑到温泉旅馆，就是、那是一个很经典的场景。 对，那个刑警说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他说因为这个是祖父要看的电视剧，然后讲话讲到一半，天下一大五郎还跟刑警说啊，接下来我就应该去演那个出狱的镜头了，所以他要看，就要跑去淋浴，这样就是有一些必要的桥段，他一定要把它塞到这个电视剧里面去，然后大家才会觉得好看，这样子。对对 对, 对，他会去嘲讽这样的东西。对，那所以你会说他其实不是太厚道。其实我觉得会做这些事情，对，我们现在当然很喜欢去说大家，比如说写故事，你要写得太夸张啊，鬼扯啊，乱讲话，或者是、或者是像午间电视剧去搞这个东西，但会去做这个事不是没有理由的。对，就制作的人去做这个事不是没有理由的。是，他或许是不创新，他或许是一个守旧的。对，但是他们并不是吃饱没事，我一定要去安排这样子的桥段。就是说，午间电视剧它为什么要有温泉场景？为什么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其实是经过精密计算，这个电视剧如何在什么场景底下，其实是观众最喜欢的。是这个时候的观众喜欢看，然后我的广告商也愿意在这个时候买广告。那我会
就是一样，身为创作者，我总会觉得大家都是很辛苦在做这个事情的。你把它拿出来当笑话，总是不是太厚道的一件事情。对，那时候我觉得身为读者或者身为观众，我会觉得这个很好笑。我是真的觉得这个很好笑。是是是，他的那个系列的书，我大概每一次看都感受到莫大的愉悦，因为对于本格推理的一些疑问，就是你们搞这么复杂的轨迹是真的有可能吗？一个人可以从这里移到那里，然后他用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方法解决了这件事情。有时候读者其实心中是会有答案的，就是太不能说服人了，所以他拿这件事情来嘲笑我。对，身为一个读者，我感到很大的开心。两位可不可以跟我们分别说一下，你们觉得东野圭吾的作品好在哪里？然后你们会怎么推荐他呢？当有朋友在问我说，哪一本书值得推荐的时候，入门的话，我要先看哪一本呢之类的？这就很难讲。对，所以很难讲的原因是，东野圭吾刚刚也提到，他写作是那么多元，风格如此多样。对，但他也变成是一个好入门的作家。是，就你不见得要去指定一本作品说，说你要读这本才能够知道所有的东野圭吾，不是。那你可以从你原本的阅读喜好，是，所以包括是即使是很本格的，对，或是很社会的，或是你过去都是读欧美推理小说，甚至不读推理小说，我要如何去读一本我一本就可以爱上的东野圭吾作品？如果要去选一本的话，或许我会推荐嫌疑犯 X 的先生。是，他这是应该算是他第一本畅销大卖50万册以上的重要著作。对，而这重要著作为他人生得到了第一座直木赏。对，那直木赏的意义其实就代表着在日本的大众小说市场当中，你不只是跟推理小说竞争，还跟其他小说竞争的结果。所以这样的一部小说，我觉得是可以推荐给台湾的读者。对，那这一部《嫌疑犯 X 先生》是一部好的作品。对，先前跟学生推荐东野圭吾的话，大概也是请他们看《嫌疑犯 X 的先生》。有几个同学很明显是想要写推理小说，是。但是我觉得台湾的推理小说写作者，就我接触到了几位，对，其实或许不止推理小说写作者，就是台湾的大众小说或者类型小说的有志于创作的人，他们对于文字的应该说他们太拘泥于我想要创造出一本推理小说这件事情了，他们没有好好的去打基础功，就文字要怎么使用这件事情，他们的准备可能是比较不够的。是，所以他们会一直想说，我要去想一个非常厉害的谜题，对，我要想一个非常华丽的场景，最好我这个谜题系列可以向某某大师致敬，或者说我可以打败某某人，想的方式是这样子的东西。对，但这样子不会写出一个好看的小说来。嗯，这样子只会，如果真的成功了，那只会让推理的读者里面说，哦，这一本好像比那一本厉害，大概是这样子。谜题比那本厉害，对，但这不见得会是一本好读好看让大家都喜欢的小说。对，所以会推荐嫌疑犯 X 的现身，原因在里面的谜题其实非常简单。对，汤春雪是一个比较旁观的角色，因为他是去破案的。对，里面的食神这个角色跟他想要保护的那一对母女，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他要讲的那个很纯粹的一个感情的东西，在这一本里面可以看得见。东野圭吾有说这一本是他想过最复杂的谜题跟最纯粹的爱情，是。但是你回去看这个谜题，真的是非常简单的，非常简单。他用了很小的 trick 就把这个谜题搞定了。对对，但是你会一直看到后面，你不会觉得这是一本非常难看，你不会觉得这是一本难看的推理小说，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故事。对，我觉得推理小说应该要朝这个方向去走，你两边要兼顾，不能一直想说我要做一个，如果你能讲到一个很华丽的故事，对，同时你可以把小说内容是处理得好的，那当然是好事情。是，但如果不行的话，小说毕竟要好看。对，就是读，包括是推理读者，都不是有那么多读者非常努力在找谜题要怎么解的。对，我们只是想要看一个好看的故事。对对，所以我那时候跟学生们大概都会这样推荐说，那你要去看一下这一本作品，这样子做才是对的。是，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沃夫跟东阳来跟我们分享东野圭吾，谢谢谢谢。